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社会的动乱，灾难频繁，地球的气候啊变暖了。给诸位说，地球气候变暖，科学家讲啊，现在工业发达，排出许多这个废气啊，二氧化碳呢在这个大气层里头大幅度的增加了，引起温室效应啊，于是地球呢就变暖了。给诸位说，那是缘啊，地球变暖是果报，这个果报一定有因，一定有缘。科学家发现是缘啊，不是因啊。啊，因是什么呢？因是住在地球上这些人烦躁，火气太大了，这是因啊。你说先前灾难摆在面前，大家都很着急啊。啊，2012，这是美国人提出来。在现在整个世界科学界里头，有一半的人相信可能，有一半的人不相信。那到底这个事情有没有呢？那得到2012就晓得了，就分明了啊。可是科学家给我们提供我们的解释啊，只要讲得很简单，三句话啊。那我这是美国人的结论啊，美国的一个科学家布莱登先生啊，2012的灾难预言是布莱登先生拒绝接受的啊。他说的话很有味道，他认为2012是全人类弃恶扬善、改邪归正的大好契机，所有人应该端正心念，将世界引导到更好的走向啊。那这个里头只有12个字，最重要的弃恶扬善、改邪归正、端正心念，这问题能解决，跟佛法讲的一样啊。佛法告诉我们了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如果我们的念头都舍弃一切不正的念头、错误的念头啊，回归到伦理道德因果啊，跟宗教教育，这问题解决了。为什么呢？灾难是不正的念头感应的。现在科学技术很发达，一般人都有这种常识啊，我们的身体科学家分析器官组成的，而器官呢，这是由细胞组成的。细胞是由原子、电子、基本粒子组成的。那么这些基本粒子听谁的话呢？它是听念头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这个宇宙之间实际上只有三样东西啊，物质、能量跟信息，也非常的难得，我们也很赞叹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就给我们说清楚了。阿赖耶识的三细相啊，就是科学家讲的这三个东西。阿赖耶的业相现在科学称为能量，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物质，阿赖耶的转向就是信息。佛比科学家说得更清楚，说得更广泛啊，更明白。那么物质跟精神是一体啊，这个科学家还没有证明宣布出来。物质里面有能量，能量里面有物质，
也有信息，这三样东西是一二三，三二一。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佛这两句话了，我们就真正能够体会到了。我们的相貌是物质现象啊，相貌的好坏与信息有关系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念头好，我们的行为好，相貌就好。不但相貌好呢，身体也好。确实像佛经上讲的，诸佛刹土，人家那个身体叫金刚不坏身体啊。为什么？他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纯净纯善，没有丝毫不善，所以他这个身体状况他就好。外面环境呢也不例外啊，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不好啊，社会动乱，这里头有人的因素啊，自然灾害那不是人的因素吗？好像与我们人不相关，其实不然啊。佛说得非常好，境随心转，境就是物质环境，山河大地它也随着我们念头在转变。马克思、弗朗克，德国物理学家，量子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，19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，他创立了量子理论，这是物理学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。心念的力量，科学家们引证弗朗克博士他的原话，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：整个宇宙根本没有物质，所谓物质的存在就是我们的心念，我们的这种意识力量所产生的这种连续而升起的一种现象。我们的念头在不断生灭的同时，物质随着我们的念头就会产生，我们念头在相续，所以我们所见到的物质现象在相续，我们的世界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宇宙正在相续。其实这些相续的现象是我们的念头在支持它。今天这个世界有大苦难啊，苦难从哪里来的呢？天灾人祸，人祸战争，大家比较容易看得出它的意义啊，是世间有一些不负责任的领导人啊，为了自己的权力欲望发动战争，给人民带来许多的灾难。这个是看静音的，远音没看到。至于天然灾害的因素，就更不知道。这一些灾害真正的原因，佛知道，菩萨知道。《楞严经》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明白，贪嗔痴那个念头，极其微细的念头，已经形成了不善的业因，我们哪里知道？佛给我们说出来，我们还不相信。贪是水灾呀，我们遭到空前的洪水的灾难，这个洪水淹没了整个大地。这水患业因从起源从哪里呢？起源从我们的贪心啊，过去生生世世啊，起心动念贪欲的念头累积到今天呢，变成大洪水啊，嗔恚的心累积起来变成了火山爆发啊。我们知道地球里面的这个核心是大火，这个星球里面为什么这么多的大火呢？那么高的温度呢？我们嗔恚心变现出来。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从地面看到地底琉璃透明的清凉自在啊，为什么人家居住是那个环境？佛在经上讲得多了，依报随着正报转的，正报是我们的念头。
我们生活环境之好坏是我们念头变现的啊，由此可知我们内心里的嗔恚的意念多么重。愚痴是真妄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不分，不但是非邪正没有能力分辨，甚至利害都搞不清楚啊，善恶利害都没有能力辨别了，愚痴到了基础啊，愚痴是风灾啊。所以贪嗔痴不要说行为，念头就感水火风三灾啊。几个人知道啊，佛为什么那么样强调叫我们修戒定慧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这个意思我们才真正搞清楚啊，是让我们熄灭现在人讲的天然灾害啊。心里头把贪嗔痴断掉了，水火风三灾就灭了。纵然有水火风三灾，你不会受到伤害啊。哪些人受到伤害呢？贪嗔痴没断的人要受灾害啊，受灾害内外交感呐 啊，你里面没有这个因素啊，外面虽有啊，感染不上 啊。所以贪嗔痴念头越少，你受的灾难呢越轻。如果完全断掉了，你就不受。佛给我们讲一毛孔，一毛断，一微尘啊，一报讲一微尘，正报讲一毛孔，而一毛端，我们的汗毛的一毛端，都有受想行识。为什么？因为自性里头啊，本来具足见闻觉知，见闻觉知是性的，不生不灭。在觉的时候叫见闻觉知，一念不觉了，那迷了，迷失自性，迷失了自性啊，就把见闻觉知变成了受想行识，就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精神这一部分啊。再小的物质现象都有受想行识啊，所以难得啊，这些年来日本江本博士啊做水实验啊，发现水是矿物，水有受想行啊，我们赞叹他，他知道，哎，他受了，他有快乐的受，他有乐受，啊。现出来的图案呢非常之美，我们讨厌他憎恨他他不高兴啊，他现出来的这个图案呢非常难看，好像在生气的样子。水呀、啊、这个东西三千年前佛就把它讲得这么清楚啊，讲到什么呢？还有我们现在没办法适应的自然现象，自然现象里头也有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变法界虚空界啊，我们科学没有测验出来啊，那测验出来之后啊，那你就晓得法界虚空界跟我们是一体。我们起个念，这个念头非常微细，这个念头叫无始无明的，那这一念里面呢就有物质现象，就有精神现象，这个现在科学讲的能量信息物质同时现象啊，在佛法里面叫三细相，阿赖耶的业相见分相分同时变现出来啊，阿赖耶变现出法界虚空界，慧能大师讲的能生万法，这宇宙从哪来的，生命从哪来的，我从哪来的，这全都给你说明了。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之后，就像还原观说是讲，无论是念头也好，物质现象也好，精神现象也好，还原观上给我们讲，它都是周边法界，物质现象周边法界，精神现象周边法界，这个因念不觉的现象也是周边法界，
时间跟空间也是他们变现出来的，这是高等科学了。我现在对三种周边明白了，起心动念周边法界，起心动念畜生无尽啊，起心动念含容空有啊，这个在以前不知道啊。那明了之后，我们不要说是言语造作，我们动一个念头都能够影响变法界虚空界，我们一个行为能够影响到设法界一真庄严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我们要负责任啊。对谁负责任？要对自己负责任，要对自信负责任，要对变法界虚空界一真庄严负责任。用佛法来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关键还是我们的意念。如果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心念端正啊，没有邪思，没有邪想，我们的意念能够帮助这个太空星球的运动，帮助它稳定不出问题。你看这意念有这么大的力量啊，能够抗拒这个银河的吸力，能够让太阳黑子不至于太过分。意念有这么大力量，现在佛讲的这个力量被科学家肯定了，量子力学家说明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上所有信仰宗教的人，大家要为这一段事情啊来做祈祷，集体意识的力量确实能把这个灾难化解，纵然不能完全化解，要大幅度的减轻，不至于造成世界末日，这是可能的。这种祈祷是集体意识集中，能量很大，它是治标不是治本啊！为什么呢？祷告完了之后，每个人念头又乱了，又杂了啊！这说明宗教里面祈祷是真有真管用，一定要记住，它不治本，它只是治标。怎样才治本呢？端正心念就治本，宗教教育治本啊，本末兼治啊。单单讲祈祷，那是治标不治本啊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晓得，我们对宗教才升起信心啊。宗教教育那真的是万能啊，确实是变法界虚空，一切众生主要的教学，重要的教学，所以宗教教学影响就大了啊！我们应当重视，应当认真的学习啊，帮助这个世界呢化解灾难。化解灾难的秘诀，最简单、最容易的、最稳当的、最可靠的，就是念佛。为什么念阿弥陀佛有那么大的力量？乾隆时代，慈云灌顶法师，这是当时一位大德，也是著作等身呢、他老人家的著作收在万字续藏经里面20多种，总共有40多种。我读过他的观经之旨，观无量寿经的注解，他里面说了一句话：我们个人有灾难，个人灾难是病苦病痛啊，我们周边环境有灾难，这就是现在讲的自然灾害，旱灾、水灾、风灾、地震、海啸、瘟疫，这个就是我们讲自然灾害。一切经咒都不灵了，都失效了，都没有办法化解这个灾难。你说这灾难多严重？法师告诉我们，还有一法能化解灾难。这什么法呢？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6字红能化解。你身上再严重的疾病，一念这个，你身体会好，自然灾害通通能化消化。我们看到东北的同修刘素云，他得的是红斑狼疮，非常严重的疾病，得这个病呢，几乎很难存活。他给我们做证明。一句南无阿弥陀佛
居然把这个病呢念好了，好到什么程度？连疤痕都没有啊！这是不可思议的一桩事。我是1999年得了一种绝症，就是红斑狼疮。这种病的死亡率特别高，能够活下来的很少很少。99年我得了这个病以后，当时我们黑龙江省的两个知名医院基本上都宣布我死刑，因为当时我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已经到了很重很重的程度，按照大夫说的我随时面临死亡。为什么我绝症没绝？有的大夫问我，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那个病怎么好的，你脸上的斑是怎么掉的。我说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既不能打针也不能吃药，这你们都是知道的，我就是念阿弥陀佛念好的。那大夫都很惊讶，说实在的当时他可能不相信，但是现在大家看我就坐在你对面，是不是？我这个病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你们，我就是念阿弥陀佛念好的，心诚则灵，我真是一片诚心，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就把我这个病念好了。99年到今年11个年头，我自己感觉一年比一年好，越来越好。这个阿弥陀佛有这么大的力量啊，这一念呢是自信的得好啊，善中之善，没有比这个更善的啊，世间法里都没有，佛法里头也找不到，这是第一善啊，一心持名，效果果然出现了啊。什么灾难的环境，你一个人能够持名，你没有灾难啊。虽然共业所感呢，共业当中有别业啊，大众受这个灾难，你不受这个灾难。念佛啊，怎么个念法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你要不懂方法，念的就不灵；懂方法，念的就很灵。方法是什么？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秘诀呀，这是大势至菩萨传给我们的。势至菩萨最后嘱咐我们，度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那从果上讲呢，念佛人现前当来必定讲佛啊。这个现前古大德了有解释，是在你临命终时，你并没有死，你是活着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这是现前的。那当来呢，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是阿弥陀佛的学生，天天听他老人家教诲。那当来现前当来必定讲佛。Thank you.